今日的初选只是例行检查，诸位小姐不要紧张。初选过了，数日之后就是复选。万幸被王爷选中了，就可以进府做夫人、做妾室，是光耀门楣的大喜事。第一组。 第二组，退。姚夫人请安。 给四夫人请安，大人不必多礼。四夫人也来了。四夫人真是有心啊，事事都不忘替修公子操劳。姚夫人对三哥不也是一样？对了，好些日子没见三哥了，不知他最近又添了些什么玩物？还能有什么呀？就是变着法儿的带回些首饰。哎呀，我只有一个头，一双手。 你说怎么带得完呢？倒是像四夫人这样，素素静静的也挺好的。夫人真是好脾气，她只是个侧夫人，仗着爹爹有些势力，竟敢跟夫人这么嚣张。他爹是南靖按察使，连王爷都要让几分，他也并非没有嚣张的资本。 谁嘲弄公子，就没有他四夫人的份儿。想当初公子对他，公子对他怎么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奴婢该死。信公子每天不务正业，是烂泥扶不上墙的闲妇公子。可咱们家公子呢，是人人称颂的贤德公子。行了，去找吧，给我一个个找。要是让四夫人得了仙，你才知道什么叫该死。 是，夫人，没有。 怎么样，找到了没？回夫人，真人与画像相差太惊人，奴婢实在是找不着。不过，听说那清康殿的警方嬷嬷曾经是先王妃身边的人，要是……要是什么？要是请得动他，我找你们干什么？夫人，你消消气，我看那四夫人也没讨到什么便宜。没办法了。 像的找不着，就只能找个貌美的了。
把头抬起来。姚夫人在跟你说话，你没听见吗？大胆，你竟敢故意跟姚夫人作对，还不快把手放下！我让你把手放下。湘云样貌丑陋，怕惊扰到夫人，所以才遮掩的。长成这样也敢来选侍，还不快滚！是。等等。走吧。整个曲梁就找不到一个像他的人。您是姓公子邸的姚夫人吧？我是。你是谁？奴婢是来转告夫人，刚刚被您赶走的玄女和先王妃有七八分相似。你见过先王妃？容貌相似倒不稀奇，最难得的是气质神韵，举手投足和先王妃一模一样。哦，你是景芳嬷嬷吧？请夫人转告信公子，他的人情奴婢还了。夫人，那丫头脸上有那么大的印记，就算再想怕也没什么用处吧。这府里的女人啊，就像这树叶，春天长得再好也躲不过秋天落下的时候。奴婢有时候在想，那些挖空心思留下的和想尽一切办法落选的，到底谁才更聪明。奴婢告退。他是想落选？一个人出来了？被赶出来了。为什么？长得丑。啊，这王府的人眼睛都瞎了。还不走，要不你自己进去试试。小姐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怎么可能落选呢？准是哪个王八蛋使了诈。坏了，夫人炮都买好了，就等着王府回去报喜呢。还不上来。哦，吕大夫，吕大夫，我这病……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！原来全曲梁最好的大夫是这么豪迈的。选完了吗？选中了？
这吕大夫的药啊，这么灵验，真的很难被选中。真的？你的脸疼不疼啊？就算再疼，我也不怕。来来来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对不起了，各位街坊邻居，我吕北义今日有喜，停业一天，请大家明日再来，药费诊费分文不取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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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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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。果然没什么意思，夫人，这丫头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欺骗王爷。知道欺骗王爷，还不去报官了？奴婢明白，奴婢这就去。爹，女儿不孝，对婚事自作主张。不是，这个易哥哥，他虽然只是个大夫，但是是全曲梁最好的大夫，而且他也不是没有才华，从天文地理到治国之道，在亲人里都挑不出他一个。而且他不想考官，是因为跟女儿一样看不惯官场的黑暗，只想坦坦荡荡的做一个普通人。女儿不求富贵，但求一片真心。求一片真心，我何尝不明白呢？爹是看着北夷长大的，这孩子不是什么池中之物啊。这世上的成功，不只有做官这一条路。我俩的眼光，又怎么会给我找一个差女婿呢？爹，答应了，爹，你答应了。爹啊，这心里不安呐。爹有愧于你啊，连一件像样的嫁妆都拿不出来。谁说没有嫁妆的？女儿最好的嫁妆，就是有一个好爹爹。私受贿赂，该当何罪呀？爹，哎呦，太辛苦了！你抓住他了？骆大人，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呢？贱内自作主张，打扰了姚夫人，还望姚夫人
不要计较。他从您这拿的赏，我原样都给送回来了。犬子本来书就读得不好，就不劳姚夫人费心了。骆大人果然是更疼爱女儿，这儿子的前途不说，连尊夫人的命都不要了。如画，嗯，骆大人是朝廷命官，不会不认得这天清会的反贼吧？再看看资助人的性命，是骆夫人的。口说无凭，签了这份契约，我才好给令郎安排差事。夫人，奴婢可听说那骆展轩不学无术，是个赌鬼呢。哦，有这回事儿？那得重新想想。拿回来。别别别！姚夫人，您骗我，您让我签的根本不是什么保证书。这才是最好的保证书。资助天清会反贼，最少也该是斩立决吧。给他松绑。骆青莲、骆荣宇私收贿赂证据确凿，我手上还有你母亲与天清会勾结的证据，你看着办吧。莲儿，都是娘的错，娘对不起你，娘不该把你的一辈子都搭上去。我给骆家抹了黑，给祖宗抹了黑，活着也没什么意思。我答应了。你答应了？姚夫人，我答应了，但你也要保证一件事情，从此以后永远不要再为难我的家人。放心，只要你乖乖的在王府待着，我就不会为难你娘。来人，把他们送出去。等等，一哥哥，你怪我吗？我当然不会怪你。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只会怪我自己。里外带他们走吧。里外合。行。说吧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不着急，公子。公子，这……哎呀，我明白。
你就是贺连信。大胆！贺连信。问信公子安，上次的人情奴婢已经还了，还请信公子以后不要再来了。哎，来来来，执意要保小公子，我们谁也拦不住他。这是王爷和小姐的最后一次见面。从那天起，王爷就捧着小姐回来，盼啊盼啊，一盼就是几十年。我和先王妃真的有这么像吗？奴婢陪了小姐十几年，从容貌到性情，没有人比奴婢更清楚。正因为这样，这些年许多公子夫人来找过奴婢，希望通过奴婢这双眼睛找一个和小姐相像的人，去王爷那里讨些好处。奴婢怕玷污小姐，从来就没答应过。可那天见到你，从容貌到心情，怎么就能和小姐这么像？锦芳嬷嬷，方才呢，我擅作主张，给你请了几天的假。如果你愿意，现在就可以。现在就可以
就可以出府休养。奴婢愿随信公子出府，祝青莲小姐中选。谢青莲小姐，嬷嬷小心，入戏真快。嬷嬷人不错，忠义，厚道，还有姚夫人，漂亮能干，你身边的女人都不错。哎呀，我算听出来了，你是说我自己没本事，要靠女人是吧？我要真这么想，新公子才会高兴吧。嗯，你找我来，到底想要做什么？警方嬷嬷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为了讨好我父亲呢。别的公子或许是，但信公子你一定不是。王爷治理曲梁并不昏聩，别说是一个像先王妃的女人，就算是先王妃自己，王爷也未必会听。信公子这么多年费尽心思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贤公子，怎么可能为了这么没有把握的事情而冒险？要不然为了什么呢？我听说先王妃薨逝没几天，王爷便立了世子。这么多年世子娇蛮放纵，可王爷依然对其寄予厚望，谁都明白这是念了先王妃的旧情。可现在如果出现一个女人取代了先王妃，那么世子的位子还保得住吗？